今晚想吃什么？吃火锅吧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结婚了？哦，还没，只是订婚。你也不是一个人呐。哼，你别介意，他只是小孩子脾气。不会。最近还好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再见。偷走了青丝却等一下，你车钥匙没拿？哦，对对对，晚上去你家还是我家？都听你的。哦，我家好像热水器坏了，那就去我家吧。哎，你那车位车有点难停，我去帮你吧。哎，表哥表嫂，你们的表演欲也太强了吧。嗯，刚不是说吃火锅吗？哎，你们等等我。